在家带娃，老二出去放牛。你要的，充电宝，还有。那啥，来给你。你要先拉还是先吃？吃完再拉。老子还没叫你带两个苹果来吃哈。什么？带两个苹果。你刚才不说？忘记了。把饭吃了再说。又是剩菜啊？啊。能不能搞点新鲜再吃？吃完今天没了。吃完今天就没了是吧？嗯。嗯，那晚上又有酒喝。对，晚上又吃好的。晚上又吃好的哈。对。哇靠！明天又吃好的。戒酒。明天就要吃好的。你戒毛线。明天就要吃好的。明天回娘家。哦，你回吧。我一脚踹死你！我跟你说哈。啥？你答应我的哈。我答应啥呀？你要跟我一起去。修书都还没写，还叫去娘家？修书都修完了，还去娘家？你昨天晚上喝懵逼的，还记得写修书给我？然后回去一定要写。等一下回去，等一下又喝二两猫尿，又忘了。现在修书就不用去了，自己滚回自己娘家。我不管，你前几天就答应我的，而且我再三跟你确认了，你要明天敢放我鸽子的话，我就弄死你。你不是说我写了修书？是吧？谁无效的，狗狗无效的，对不对？已经过了昨天，好不好？你昨天没写，今天还跟我来谈这个，过时不候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这个想修讲毛线，红配绿，塞口屁，自己面子都一走，绝对走，好多粉丝要接盘的，不要你轰，我不要谁接盘。从此以后，我要自己当家做主。就你这个脑袋当家做主，滚！啊，跟猪真的有的比。你才是，你天天跟猪睡一起啊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哪天不是跟猪睡一起啊？那你是什么？嗯？啊，那你是什么？啊？我是猪的主人。同类。我是猪的主人。同类。那我养只狗。我是不是他主人？那我是跟狗是同类吗？那你跟狗能生儿育女吗？啊，不是同类才能生儿育女吗？啊，你生的？我你生的？哇，我忘记了，是你生的吗？我想踹死你！这男人好毒舌，我发现哈。我从今天明天，从下一餐饭开始，我要天天弄豆腐吃。我每餐我都要吃豆腐。潘金莲。潘金莲谈不上。你要一百个，你要一百个人帮忙哈。他打针还得五番。不会，不会。啊，不会，你们能管好吗？你的照。放点盐了吧。要。抓慢点，慢点。我倒是软了。别砸了，你平常蹲着嘞。蹲着嘞。交个杯。这是什么？我想给你们。这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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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